这死查鬼啊！等下就叫医生给你处理掉，看你提什么借口才进城外。你为什么抓我来这？因为我死。你把我当设计，破坏我的家庭，我当然想要你死。找你做代理孕母，是我最大的错误。我想不到你这只狗会咬主人。卡等下，我会叫医生把你的囡仔摕掉。从今以后，你跟阮翁仔母无任何的关系，随人过随人的生活。囡仔是你甲老亲王的种，也毋过伊即马伫我的巴肚内，就是我的。你无资格做主，袂，嘛是叫老亲王来甲我参详。你要继续甲阮翁姑姑顶着着。小晴，恁翁爱着我，你甲我巴肚内的囡仔摕掉，也毋过。你敢提掉恁翁对我的感情？你给我点去！唔敢面对事实哦。你要给囡仔提掉，好啊，不要紧。我倘好找刘清源，搁生一个。也唔过你也知影，搁来的这个囡仔就无你的份了。你代表 you get out 出局了。会长夫人这些字，别搁堆在你的身躯边。我的巴肚，你要做主，那呢？你的婚姻换我做主啊！你这小查某，面皮有够厚呢，即马提楼梯，互你落，你不爱落，你到底想要安怎？你放啥自在？我爱你，甲伊回事嘞。要若无，我用我的青春做本钱，甲老青云白条条，继续要甲你作对。你是凭啥资格叫我回事嘞？老青云对后代的各主宰赶尽杀绝，你是伊的亲生妈妈，你却对伊不闻不问，到今嘛，你敢若顾虑你家己的婚姻，你无感觉安尼足自私的？我已经是别人的太太，我会维护我的婚姻，维护我的家庭，安尼敢有唔对？到今嘛，敢唔肯认错？那安尼，我就要用我的方式，让你知影听。我搁较哪讲，嘛是自在的亲生妈妈。你对我，你对自在交代过？这是你放翁放囝的报应，什么报应？根本不知影我拄到什么代志，我亲手对付我家己的亲生后事，你当作我欢喜？以前我唔知影住宅是我的后事，我知影的时阵，我嘛无法度选择。我干那希望，甲以前同款，好好过日子，安尼住宅才袂受到任何影响。这你无法度决定啊！我会教老清源要安怎决定。母亲，你凭什么怕我？你又怪我呢？我先到你，又怕你啊！你又怕我？你昂都唔敢我，有在条你给我消息啦？你也唔敢，你唔敢用你的人生跟我配，因为你惊你会失去搁较侪物件，我一定要甲你毁掉。改变心意啊！今晚要和我死啊！把你关起来，嘛是会用。你的罪名，杀人未遂，准备去用关。你放手！放手！
我叫医生，看你要安怎侮辱我！我哪敢！啊！袂记得，袂记得！啊！张明月，你哪在家？部长，胡林清啊。 你是安怎伤害安乐？我无伤害伊，是伊家己受伤的。你无家己抓来病，伊会受伤？你家己抓来病，伊要去创啥？讲话啊！我要把伊巴肚内的囡仔处理掉。先做这么低保，我唔是甲你讲过啊，莫牵着安乐。先做我听我的话。 你的心，拢互去只狐狸仔挽着。我当然咧想办法挽回。方安乐根本是咧利用你。我们家乡长咩？你要跟我离婚？ 原本我阁当吞忍你，啊，毋过你今仔日行为根本就是失控。我无需要一个无听话的太太。我熟悉你的时阵，你还袂成功。咱两个做伙拍拼，艰苦过来，我陪你一路拍江山，拍天下，你拢袂记。 我当然会记你，大家在我面头前叫我会长，啊，不过私底下讲，我是一个靠太太才去嫁查甫人。这件代志我忍真久啊，今仔日哦，我无想要去吞忍啊。赵卡，你是良心替骨，即马想要甲我踢到远远，刘清源。 尊公，你无婚姻的说法，方安乐嘛对你无感情，伊的命永远袂写去你的身份证。我无想遐尼济啦，我只是无想要一个不清不白、无听话的查某人搞大做伙，逐工哦干出干入。人阿婆，就做家己阿哩。啥名？ 大家好来好去，我唔请。我今日你袂当，互你讲话。过来，刘清源。过来，刘清源，你为着这查某囡仔，你袂做甲遮尔惨。夫人歹势，我嘛是为着要让会长较好做代志，今日嘛是我最后一遍叫你夫人啊。 我开始，我的事，李先生，李先生，小心。 我未甲你离婚，你若搁逼我，你试看嘛。哎，真正想无啦，我甲恁爸爸的感情这么好，这么罗曼蒂克，啊，阮这个后生生做这么缘投，啊，煞未晓谈恋爱，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呀？我无闲啊，无闲嘛，都要有一个站站。你即马拜甲拜个拢伫咧病院啊。 啊，拜六礼拜，你拢做你为山顶走，无你即马是要等到一礼拜八天，你才要交女朋友是无？我伫你这个年纪吼，我早都互恁妈妈温柔束缚啊，啊咧享受幸福快乐的人生咧。嗯，我即马嘛是足幸福快乐啊，我去山顶哦，替人以进，甲人斗三工。
啊，顺便还可以当做森林浴，人哋讲哦，山顶嘅空气就好，参像天然维他命，啊，加速一寡，还可以当促进细胞活化，哦，对身体就好呀。无咧啦，爸妈，啊，后盖放假时阵哦，我着带恁去山顶度假，安尼好无？嗯，<笑>我叫你找对象。 啊！你叫阮两个去度假，你是全班无要带你啊？我会，我一定会，搁花淡薄仔时间，我起码拢用开嘴，甲恁邀请，恁着出去行行，吼，换一个所在，啥样个嘛袂歹啊！张教授，那会在拄好你来遮啦？我伫个冰皮顶面看到王雅婷，我着随想着你啊呢，想袂到真正是你。 够拄好诶！来来来，我来介绍，这位是阮太太。哦，诶，孙罗你好，你好。恁头一摆来遮吼？是啊，阮囝讲伊要来遮大过，讲恁遮风景哦有够水诶啦，啊，就介绍阮来行行咧啊。安尼哦，啊恁头一摆来，无我替恁安排迄窗仔门拍开就会当看到山景诶迄间房间，安尼好无？嗯，好啦，哇！ 你要是敢款，正够体谅些少，无怪阮囝讲吼，阮也来遮住，一定住较足舒适的。安尼甲我学了，我会歹势。我即马随带恁来房间。好。歹势呢，无恁先坐一下，我随转来。啊，烦，等一下哦。好，歹势。都久无看到伊啊，伊嘛应该生啊才对。 师傅，你看伊这间装潢了袂歹呢，不过拄则一行入来吼，规个心情啊 spring 样啊！干母，我看起来就普通的啊。建明讲这间民宿偌好，干母，啊，甲人客店的遮济，啊，餐一杯茶也袂晓倒，无采恁的熟识咧，哼！你看嘛，知影人骹手无够啊。 快紧啦，无咧赶时间啊，无要紧啦。教授，师母，啊是毋是菜单顶面无恁满意的菜？毋是啦，阮太太最近胃口无好，伊想要食麻婆豆腐，啊，毋过恁菜单顶面都无咧。麻婆豆腐啊，阮厨房内底应该有料哦，我来甲师傅问者。师傅敢袂晓煮啊？若无好食就免啦。袂啦，阮这师傅哦，手艺袂歹。 应该袂互恁失望。你看人这民宿服务袂歹呢，啊雅婷佫向你斗相共。是嘛，生理歹做，啊较骨力招呼人客，这嘛是应该。啊，咱的要求也无过分啊，安尼合作服务好。来，麻婆豆腐。嗯。香香香香啊！哦，对哦，花椒味佫正重哦。 好食，好食，嗯，确实是袂歹食。你看，嗯，这囝仔个个子，咱这边这边，嗯嘛，哎呀，咱的阿妈，哎，是讲哦，这是别人的囡仔啦，啊婆婆嘛是爱行人。哎呦，嗯，啊要抱囡仔唔才简单，叫你囝哦，还去洗一个，哦，哪有遐尼简单呐？恁囝亲戚女朋友嘛无。 啊，搁吼，要予伊找一个喜欢，啊来谈一下恋爱，结婚才生囝，是不是等到当时咯吼？哎呀，有等到机会啊！陈教授师母真歹势呢，恁是人客，搁麻烦恁替我抱囡仔。没啦，别啦。没啦，我来替恁泡茶啦。哎，别客气啦。哎，其实吼，阮阿妈阿妈要抱孙哦，阿妈足久的啊，今嘛拄好，趁这个机会吼。 瘾一个啦！你做你去无闲啦，囡仔交代互我，叫阮抱者。安尼哦，一个查某人哦，还佫娶一个囡仔，还佫还佫有几间的民宿，逐天佫有法度笑眯眯，实实简单嘞。坚强的女人，背后拢有故事。